有第九个彻底之定，有四禅八定为凡夫定，甚至印度某些外道亦修此定，故其果报还是在三界之内，无法灭烦恼。而第九次第定，则是小圣圣位所修，以其能以定力伏灭受想厄运。诸位，这个受伏灭，这个受想就很难了、苦受、乐受、忧受、喜受、舍受，舍就是不苦不乐不忧不喜啊。苦乐忧喜舍，这五个受通通要放下。一般人觉得世间是苦，他就会掉眼泪了。他觉得他的命不好啊，他就开始牢骚啊、抱怨了、对不对？啊，碰到了喜受就忘我了，轻飘飘了。哎，你可以看看到那个世界的选美大会啊，在宣布的，他从第三名、第二名开始宣布啊，看到他宣布第一名的时候是啊 ，Miss 阿根廷啊，哦，这阿根廷啊，阿根廷小姐姐，哦，他就感动的，因为他宣布以前大家都不知道谁是第一名啊，就感动哦，掉眼泪哦，然后就是这手就。哦，就是很感动哦，就是开始掉，也高兴到哭，是不是？如果在座诸位，以你们现在的心境，你们这些漂亮的小姐，去参加世界选美小姐，得到第一名的时候，你刚好你得到第一名了，你们只能拿茶桃嘞？为什么？你会想到，阿甘未老，阿甘未死，阿甘未潮，未生糖。没存几滴骨头呀！你，因为你现在有智慧，就一直推论，一直推论，我的文雅的店所讲的每一句句句都是真实啊，所以你就不会迷着、执迷在现在所有的成就和错觉，所有的感觉都是错觉啊，不足取啊，那也没有什么啊，所以用英文那一句就一直参呢、你得到了。世界选美大会第一名，然后接下去你就问了 ，and so what？ 又如何呢？接下来呢？不会老吗？不会病吗？不会死吗？不会生病吗？不会长虫吗？死了以后不必火化吗？就说哎呀，你们佛教啊真没趣，才讲到啊。一股浪漫的甜美气氛的时候，就全部都被你们浇熄了，啊！跟你们这些佛弟子讲话真没趣，每次都讲的不净观了、白骨观了。所以佛陀，全世界只有佛陀讲真话，全世界的人都讲假话，知道吗？全世界的人都讲骗你的话，只有世尊讲的是统统是真话，可是真话大家都不要听。大家听得哦，小子爷你按讲哦，怎么个讲法呢？哎，就是哎，小姐你很漂亮哦，哎，他就喜欢听这个啊，啊，那啊，小姐啊，你剩下一堆骨头哦，那是死啊，哎，你就讲你被死个劲啊，啊，就是他就会，然后感觉就不一样了，所以他讲真相人家不要听，哎，讲假相大家都要。这个就是世间哦，这就是世间哦，所以要拂灭这个受想厄运呢、所以又称为灭受想定，就放下种种的感受，放下种种的妄想，心就定。若受想灭，则行运一息，行运就是三业造作，叫做生灭无常啊，身口意生灭无常的造作，叫做行运呢、一息，因为色受想都歇了啊，故亦称灭尽定。若得灭尽定，便得断烦恼。说我身已尽，犯恨已立，所作一半，不受后有。说我身已尽了，就我今生今世啊，
已经啊，就是办完了，断烦恼了，放恨一力，也就是说，包括男女呢，欲望呢，包括妄想男女的啊，涌现出的那个头脑里面动念都没有了。哎，放恨一力就是清净。男女完全清净，包括内心的那个维系的欲念头通通没有，所做一半该做的已经结束了，生活一清净，不受后有，就不再轮回了。诸位，这是何等的境界哦！而证阿罗汉呢，得入涅槃。还好我们有个净土法门呢，好好念佛一样可以了生死啊。然而虽称为灭尽定啊，其实并不灭尽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最维系的生灭心还在，以八识还在。为什么八识呢？以八识最维系的生灭心，中间加这几个字你才看得懂，以八识最维系之生灭心还在，以八识最维系之生灭心还在。若都灭尽了，八识一灭，这连维系的八识都没有了，那么是谁入涅槃呢？就没有涅槃可入了，生死涅槃就等同空花了。就是因为八识那的维系还存在，才叫做一讲有入涅槃啊。然二圣人已不发度生大愿，故如来慈悲教令入化尘止息。化尘就是只是方便的，你正阿罗汉国还没有就近菩提，还要继续前进，暂时给你休息一下。化成就是方便啊，就到达一定的水平啊，但是不就近啊，化成就是方便而已啊。又虽得第九次地定，但不断烦恼，只是压伏六世，令不现行。压伏六世，所以在座诸位啊，如果你不攀缘外境，不攀缘色身香味触法，不代表你内心里面就有办法定。如果你没有开波的智慧，内心的维系冲力还是很大。修行是点滴功夫，在这里可以看得出来。你也不贪财色名食睡，也不贪着啊色身香味触法，但是问题来了，你内心里面那种维系那种强烈的动力烦恼都一直存在。因此师父为什么劝你，你要支持佛号。接下来我们讲堂就要打佛七了，这个可是大好的机会啊。为什么要劝你要修学净土法门？这是最稳当的道路啊，开大波的智慧，烦恼减少了，欲望减少了，正好修净土法门，万念放下，一念提起，单提这句南无阿弥陀佛，不是更好吗？所以研读楞严只有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，帮助你了生死啊。底下啊，虽得第九次地定，但不断烦恼，只是压伏六识，令不现行。此第九定即称为无限定，此为凡夫定，以不断烦恼，以不断烦恼，所以不能证圣果。